要找道具，我们就好朋友。如果明天你们打电话你要把我叫回归，都不听话，老天爷要生气了。老天爷说，你都不乖乖吃饭，他要生气的。他要结贝壳了吗？老天爷在生气了，你还不吃饭？赶快去做好吃饭。好辣。你听到外面蹦蹦蹦的声音吗？现在没有了。不乖的小朋友就会被老天爷，老天爷打屁屁呀。快点吃，这样才会乖，这样才会长得又高又漂亮。你长大了呢，你要去上幼稚园了呢，你要学着自己吃饭呢。爸爸，你帮我借一个吧。快吃吧。快吃饭。不然老天爷爷又要生气了。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你这样自己乖乖坐着吃饭不是很好吗？我会发现我在